打不掉吧？主播杀完了要。热，他弄七个，热。OK， 不跟你说话了，打游戏了。操你妈，玩不了了。我感觉带征服者的话，这把对面其实要拉扯我的话，还挺好拉扯。 我们一局打不过。妈，这来吧，一直才血，才血来。 我能跑，他们要回去做装备嘛。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处理不太好。推线然后回去，他们其实好像也挺健康的血量。要处理的话，感觉他们自身是亏东西。我经济类型。 跑不了呀！我过去了。让我好好补刀，可以吗？
Be alive, be alive. <笑>其实他们这样，他们其实下路没拿到什么优势，主要就是那个推线，推线比，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我根本吃不了兵，我可能还漏几个兵，宗师 AD， 他们中野可以过去了，。金就有大了，来弄五大的，操扑神。 这应该是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有好的，知道吧？<笑>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切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。他先做了鞋子也行吧，可能前面打架厉害一点，前面打架拉扯强。把老子大招浪费了，自己开的关我屁事。 都是他妈敢动的，十秒踢，说吧，我知道。 有没有大的孤注？没，20秒。啊，这样子扎吗？操，爆炸伤害！你看他的装备，其实我说实话，他就是。 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起离系发育舒服，知道吧？就你没有说前期把那个这个寻宝猎人点满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发育还是一个舒服一点。不过他应该是有装备的，因为他刚拿完一个人头，他的装备应该够我可能他以为我有大，就差一点点吧。 跟你说，就撞着奶妈，别撞别人。 OK。 装什么嘛！撞他！撞他！孤注，赢了！哎呀，没距离啊！
别追了！别叫我！他妈的慌了！操！你来帮我撞一下我五杀了。没闪，我闪肯定撞进去了呀。行，你要说要等的话，等不到这个蓝切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最后那个蓝切刷新的时间，妈的，被碰到还要攒80%的倍率，80%的那个两个人，所以说你要走很久，你要走很远才行。所以说你攒不到那个蓝切的倍率。妈的，这个我都没死。要说细节一点，攒蓝切有点不现实。哇，这么猛！干嘛？你又在干嘛？哼！翻一波了，无所谓了。你服不了啊？那不行。哦，哦，哭不了，我跳吗？我跳你吗？枯萎加一，动不了，杀不了吧？主播杀完了要，一个怕弄记着，一个，操扑神，他没想到，操扑神，操。他那么急着进去干嘛呀？后来他就打了这么多，人不用交闪，就等你走。其实你不用撞进去，你看到人冲上来，就你抱着他打就行，别打他。我去带下线了。打不了，这样打不过呀！我这个太秒表了。专注！你就推长最强，最强！哎，是吧？你妈的动不了，西门吃了羊吃苦嘞，我操！他那个很烦，还减攻速，贼他妈恶心！你别推，等我毕业，我买装备。买你老母！